过来。第十一，除了祈祷十五种的恶事，念诵慈悲悲心咒，得到十五种的神性。来，我们一起念来。一，所生之处常逢善王；二，常生善果；三，常值好时；四，常逢善友；五，生根常得具足；六，道心纯熟；七，不犯境界；八，所有眷属恩义和顺；九，知具才识常得丰足；十，恒得他人恭敬服接；十一，所有财宝无他劫夺；十二，意欲所求皆悉称随；十三，龙天善神恒常永卫；十四，所生之处见佛闻法；十五，所闻正法悟深深意。所以念这大悲咒啊，佮后边所讲的十五种的利益啊，出世伫好国家，拄着好国王，六根圆满，道心顺续，袂犯戒；家庭圆满，金钱不缺，别人尊重财宝，别人无法度甲你侵夺；心中什么意愿，拢有法度圆满，量天神神何威。行到什么所在，看到佛，听闻佛法，乃至听闻的佛法啦，拢有法度悟到。那么佛法内底神深妙义，所以呢，有法度念持大悲咒，有法度十五种神心，一切天人啊，应该常常念诵。来，并起来，第十二页啊，我们念很快哦，各位就有正知正见啦，对大悲咒。那么大悲咒的正确的修持法是安怎呢？第一，六善男子善女人在念诵这个大悲心咒，首先要发起广大菩提心哦，你要将众生的苦当作是自己父母自己的苦，我一定要成佛来帮助众生，发起一个广大菩提心啊，摄度一切众生。那么自己呢，身躯念持斋戒，对一切众生升起平等心，安尼一直念大悲咒，那么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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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令断绝这里念。那么第二呢，你若伫咧厝诶念啊，乃至咱啊找一个清净诶所在，身躯洗好清气，穿着清净诶衫，就叫海清，安尼来念。搁再来呢，搁较圆满，是安怎？咱来供佛啊，悬床幡，点灯香火，百二饮食来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。第四爱专心啊，哦，打坐也好，静坐。自心一处，更莫一缘啊！大三昧所应，静坐一下啊！如法这样供养平等心、大悲心，念大悲咒啊！不再来第十三呀。那么念大悲咒什么感应呢？第一，我来念各位看哈。咱来念大悲咒。那么过去以往所有的世间的经册，你拢有法度修持看有啦。不但呢，一切外道法术、韦陀典籍，一能通达啊！所以要念一下经进经，念一下大悲咒。要看册，尤其小朋友读书啊，小朋友读书，希望老师讲的都听得懂，书上写的都看得懂。哎，念了大悲咒再来读书啊，写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哎，都通达了。第二，念诵大悲咒，这个世间百万四千种的病啊，拢有法度消毒啊。所以无不猜者，拢有法度对治，啊，法度使一切鬼神啊来降诸天魔，制诸外道，降魔来啊制诸外道，乃至呢来帮助鬼神啊。第三，你若伫荒郊野外念经白禅，乃至山精啊鬼神、亡灵鬼神来扰乱，互你惊惶心未安定。你只要念这个大悲咒，念一遍，这代鬼神啊，拢用绑起来，无法度来伤害你。第四，那法度如法来念大悲咒，而且对一切众生起了慈悲心，那么观世音菩萨一定命令一切神神龙王、金刚秘籍，常常守护你，拢无离开你的身躯边，
就敢那顾因家己的目睭共款，就敢那顾因家己的性命共款。师徒神行两王，神庙立定，各有五百贯宿，大力夜叉，长水永护啊！念大悲咒啊，你边啊就即个护法，听起来第十四页。念大悲咒的人，如果你人伫个空山、荒郊野外，家己困啊，那么诸神行轮流啊，乃是暗时啊，甲你顾到天光，剔除灾障。念大悲咒有这个好处。第六，你若咧深山那来行路，唔知路，深山迷失道路，神行龙王化作神人呐、啊，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啊，绝对不迷路。第七，念大悲咒的人，你若伫咧山那荒郊野外，无水、无火的所在，龙王就实现甲你护持啊，化作水互你啉，化作火互你煮物件。我再来第八，观世音菩萨个讲，我们这个经文就是啊，用大悲陀罗尼经个翻作啊，这样子啊，慢慢的来解释啊。观世音菩萨讲啊，你那念这个大悲咒念五遍，然后提五色线做数啊，咱今日分了各位哦，念二十一遍大悲咒，隔二十一格，你个挂咧红棍啊。那么这个大悲咒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讲，哇，哈尼侪佛所讲的拢讲大悲咒。那么这个诸佛就为这个大悲行人呐、啊，那么修行六道波罗蜜而满足者，悉念满足，阿弥发菩提心啊，赶紧来发菩提心。如果你是求解脱的人，求声闻而证果者，速令证涅槃。六三千世界一切诸神仙人等，阿弥发起无上菩提心者，你念这个大悲咒，乃是挂这个大悲五色神呐、啊，马上就可以发起菩提心。六诸众生阿弥得到大圣圣经者，依出大悲咒威信力故，令其大圣经智发芽成长。依观世音菩萨的方便慈悲力故，令其所需要皆得成办。所以各位，咱今日各位做这事啊。各位呢，要甲人众生结缘哦，这人阿未合佛嘞哦，你只要可以挂啊，世间善法满足，发起菩提心，那么乃至呢种种的利益，是大慈大悲啦啊。第九，三千大千世界幽暗幽隐暗处，三途众生第个轨道众生都听到大悲心就皆得离苦。第十，六祖菩萨。阿弥修家初住菩萨，你念大悲咒速速成就，乃至啊，让我们达到十住地位，乃至呢，很快得到佛地，自然成就三十以上八十岁以后念大悲咒的功力。我再来第十一，那迄种新闻就解脱的人，听着大悲咒，人咧念大悲咒，乃至修行写出的大悲咒，可以看到。那么依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，这个人依直心以后啊，咧修行的人听到人念大悲咒，看到人写大悲咒，也住三门果，不求住地，自然贪嗔心就消灭。了三千大千世界以来，三河九壁四大海对，能令永废须弥山、铁围山，能令摇动，又令碎如为尘。其中的众生，拢可以发起无上菩提之心，啊，大悲咒的功德力。第十二，六诸众生，尤其各位要注意听哦，咱这世人要求什么愿，在三七二十一天内底，咱修持八关斋戒，好好啊念这个大悲咒，那么你所求啊所愿，结果必定如愿。对生死轮回，啊，过去世乃至现世。生死即是生死即，一切过去所做恶业，拢安尼来消灭。三千大千世界内底，一切诸佛菩萨、上帝、玉皇大帝、四天王、神仙龙王，拢甲你敬礼啊，甲你做保证啊，你这个人消业必定如愿。第十三，六祖人天念大悲咒，这个人那伫大河、江、大海水中洗身躯啊，各位。念大悲咒的人，你挖到的水啊，
其中的众生，这个人来去挖着你洗身躯的水，黏着伊的身躯，对方一切恶业同罪拢消灭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念大悲咒的人，你手挖着水啊，迄、那个水拢变啊消业的甘露水。啊，不但呢，这个苦道的众生，佮转生他方净土，莲花化身，更不受第十六业，更不受胎生、湿生、卵生之身。何况咱家己咧修持读诵大悲咒的人呢？所以念诵大悲咒的人，你咧行路，就咱即马风伫咧吹哦，啊，咱吹着咱，佮吹着外口的人啊，吹这人的身躯、毛发、衣服，移风下过，吹给人啊，诸类众生，接着这个人飘身过，伊身躯的风，那么一切当作恶业拢该消灭，而且对方不受三恶道报，上生佛前，当地。念诵大悲咒，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咱像咱汉人一人要来念哦。第十四，念这个大悲咒的人，嘴所讲出来的话，乃是声音；好话乃是歹话，一切天人魔鬼、外道天龙鬼神，听到你的声音，拢变为清净发音。那么，乃是对于这个人起了恭敬心，尊重你跟他佛啊，意思讲。念大悲咒，连骂人讲歹话拢讲着啊！大悲咒的功德呢？第十五，念起这个大悲咒，爱怎样讲？这个人啊，即是佛身藏，他的生命里面啊，就有佛陀的一切功德藏。高十高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修过。那么念大悲咒的人，佛陀讲，当地这个人叫做光明宗，因为一切如来光明遍照过。当地这个人叫做诸比宗，因为行于这个大悲咒救度众生故。当地这个人是妙法宗，那么破裂一切陀罗尼门国啊，你一切就义该通达。再来，当地这个人是禅定宗，因为八清三昧上显正果，念大悲咒同容易入定。当地这个人是虚空宗，上于空慧观察众生故，未执着。当地这个人是无为众，天良神神上好持过。当地这个人是妙语众，那么口中的陀罗尼音无断绝过。当地这个人是上主众，那么三灾恶劫不能败坏你。再来，当地这个人是解脱众，念大悲咒人天魔外道不能啊障碍拘留啊。当地这个人是药王众。常常以大悲咒来医疗众生的病苦，当地这个人是神通众，将来有诸佛国得自在国，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啊！所以念大悲咒的功德，来翻过来第十八页，各位做一天啊，要做一个圆满的结界，我们真正也可以啊！安尼咱大家在念啊，即带山啦、水啦，拢得到圆满加持。第十八页，如果有人感觉这个世间真苦，亚里世间苦，要求迄种众生安乐，你就伫咧清净的所在，清净结界，结界以后念大悲咒，加持这个山水、食物、香油啊，以后念完108遍，那么食这个水油啊，穿这个衫，安尼必定得到长命啦！啊，那法度如法结界，依法修持，一切皆成就，免啊结界呢？啊，拿一支刀啊，为四边啊，安尼用笔诶，念21遍，画地为线，安尼嘛会使。再来用水，一般咱是用水啊。所以各位咧啊，做这个法会，我们都会出家人绕一圈啊，用清净水啊，洒四边为界啊，结界念21遍，乃至用白芥菜籽，所以各位白芥菜籽很好用哦。你讲那些大的饭店啊，四边甲蛋四粒，念21遍。这里面安安静静，一切归心不加我来啊！取白芥菜子念21遍，丢四方为界，乃是用观想的，用想的，用想的啊！这四遍我这里念大悲咒结界，乃是用净灰。什么叫净灰啊？咱的烧香啊，那香灰，乃是咱的做灰供啊，老卵香灰都是最好的，叫净灰。那个也在做四遍，我念大悲咒啊，哦，结界，乃是。念这个咒语，念21遍五色神来结界都可以。那各位呢，一定要到晚班在比丘的功德里。再来20页翻过来，
念大悲咒的功德真未来做。第一，如果有人听到这个大悲咒的名号，啊，咱就要念讲大悲咒，安尼跟他讲出去，乃至这些念，这个人就消灭无量劫的生死障罪，何况是咱亲口的念呢？所以，若有法度得到大悲咒的人啊，当地这个人过去已经三经供养无量诸佛，恭敬诚敬，你今日才有法度听到念大悲咒。第二，若有法度为诸众生拔除苦难，安尼如法来念诵大悲咒，当地这个人便故大慈悲者，一定成佛，无偌久就成佛。所以所看到众生啊，拢会晓念大悲咒，互因听到，伊拢种下成佛之因。所以这个人功德无量无边啊，阿罗讲都讲不完。第三，若有法度啊，精神用心，辛苦去斋戒，为一切众生忏悔生业之罪啊，咱的忏悔就为众生的忏悔，意思忏谢无量劫来无量的种种的恶业，口中慢慢慢慢念这个大悲咒，声声不绝者，那么解脱故。这世人一定得证啊，来见者，那么以智慧观照一切方便，实地高位真紧就得着，一些困难都无。何况世间小小的果报呢？所有求愿，拢该圆满成就，念大悲咒。搁再来，咱小等要做的啊，21页，大悲心咒消灾解厄治病药疾之法。第一，如果咱这个国家国土有灾难，那么这个国土的领导者，那想要以正法治国，乃至呢，行啊啊这个大赦，宽众人物啊，大赦，不狂众生，赦诸有过，一做唔对，那原谅伊。那么一礼拜内底7日7夜，大家身心精进，念持大悲咒，那么令至国土一切灾难皆消灭。五谷丰登，万境安乐啊！所以各位，你做头家啊，做领导者，爱安尼做。再来第二，如果咱厝内底拄着大恶病苦，种种的奇怪拢走出来，鬼神邪魔扰乱咱的厝，恶人坏道口舌，想要来伤害厝的大小，内外不和者。咱当向千眼大悲观世菩萨像，爱摕一个大悲像啊，各位这本册就有啊，甲摕起来。那么，放十个道场顶头回过来拜，安尼甲拜好，至心称念观世菩萨，念这个大悲咒10000遍，以上一切恶业恶事拢消灭，家庭大小应得安稳。好，再来第三，观世菩萨所讲的心咒，真实不虚。各位，若要来请观世音菩萨来，咱就准备安息香啊，咱即马檀香拢叫做安息香啦。念37、21遍大悲咒，观世音菩萨马上现形。翻过来，22页，伊讲啊，这个古早讲啊，这个九命怪猫，叫这个猫啊，猫就鬼神所干扰的人，若有猫儿所着者。啊，你就爱去摕犀鸟啊，啊，就顶头写犀鸟啊的草骨，甲烧做灰，然后清净的土啊，甲掺做泥安尼，捏做敢那鸟啊形啊，伫个大悲观世菩萨来面头前啊，念咒，啊用剃刀啊，念108遍的大悲咒，渐渐将这个啊土所做的鸟啊形慢慢啊那个切做108地。七地念一遍，啊，再来念这个破病人的名，那么永远伊就袂造就鬼神，还有我来讲九命怪猫，甲你附在身躯，这个意思。再来这个，那去中毒啊，蛊毒去用放这种的蛊毒啊，你就用龙脑香、安息香，然后放一挂，然后净化水，听到净化水，就是讲古早拢用果子水。啊，果子水透早爬起来迄阵通清啊，就用个头一遍的果子水甲擦起来，通清的水。啊，咱即马真方便啊，咱即马每一瓶矿泉水哦，各位啉的都是最干净的。所以这等于这个净化水就是等于最清净的。